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 8.2A 的习题。在这一课，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学习的是去研究数据的分布。之前的习题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数据大的数据和小的数据之间的差别。那么在这一课呢，我们将会学习另外四种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看的就是 Rulat。第二个呢 ，jumlah antara kuartil。第三 ，variance。第四 ，sisihan piawai。在我们接下去看之前，你要明白我们这一课我们学的数据呢是 data terkumpul。然后它呈现的方式呢有两种。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这个，它可以呈现的方式呢就是图表的方式。Jadual berikut menunjukkan bilangan gol yang diperoleh oleh 20 orang pemain bola sepak dalam suatu pertandingan. 就是说以下这个图表呢代表着20位球员进球的那个数目。比如说这边是没有进到球，进一粒，进两粒，进三粒，进四粒。那么以下呢是球员的数目，也就是说三个人没有进到球，五个人只进到一粒，六个人只进两粒球，五个人进了三粒球，只有一个球员进了四粒球。他可以这个方式做了记录呢，把它分类。虽然它分类了，但是它还是 data terkumpul， 明白？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用这图表分类的话，其实它原本呢是这样的。没有进到球的有三位同学，三位球员。五个进一粒的 六个进两粒，然后五个进三粒，只有一个进四粒 明白吗？所以这也是data的分布，它可以以两种形式去呈现它的数据。我们来看第一题， tentukan jumlah dan jumlah antara kuartil bagi setiap set data berikut。所以我们要找出它的 jumlah。这个data的 jumlah 和 jumlah antara kuartil， jumlah 是什么呢？其实 jumlah 就是拿最大的号码，这数据里面最大的号码，减掉这数据里面最小的号码，就找出它的差。至于 jumlah antara kuartil 呢，其实就是把这个号码呢分成四组，排列，顺着排列分成四组，然后拿第三组第三的号码，第三部分应该说第三部分。减掉第一个部分，就是刮掉个第一个，减掉刮掉个大末。我们等一下看怎么做。首先呢，因为我们要主览的刮掉呢，我们要排列过后我们才找，对吗？所以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排列由小到大。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，最大号码就是9，最小的呢就是2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主览呢其实就是9减2，我们答案就是7咯。至于主览的刮掉呢，首先我们要找出那个 median 值咯。要找 median 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这边有几个号码。主览的观点，你一定要知道这边有几个号码。所以我们看啊 ，OK， 这边是一个号码。当有11个号码的时候，那么它的中间，也就是 median 在哪里呢？对 ，median 就是第六个号码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呢分成两组，左右两边。这里只分成两组，因为主览的观点就是分四边，对吗？所以意思说前面这一个呢？我们还要找出它的中间，把它分成两边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10了。然后后面的这部分也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，就会把这个整个号码呢就分成了4组 所以这个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们找中间，它就是刮掉个第一个，中间就是7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览的刮掉呢，其实就是用7减掉4，我们答案就是3。我们来看 B， 这一组号码同样的，因为我们要找 jumlah antara kuartil， 我们就要重新排列由小到大。那我们的 jumlah 呢，也知道最大的号码22减掉10，我们答案就是12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找 jumlah antara kuartil 呢，我们就要先找出 median。那么要找 median， 你一定要先看出它有几个号码。总共有几个呢？对，也是3个，也是3个号码。那么我们的中间
也就是 median 是哪里呢？对，就是第七个号码，对吗？我们的 median 就是第七个号码，中间就是16，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前面这一组和后面这一组，然后这一组的中间呢，就是那个 quadripartite 了。OK，如果你看有六个号码，所以这个中间两个呢就是 quadripartite。那么后面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找出 quadripartite 里面有六个，所以它的中间呢就是这两组号码。OK，这个就是 quadripartite。当我们有两个号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减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要找它这两个号码的中间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两个号码加起来除二，这个就等于 quadripartite 第一个部分的号码了。后面这个也是一样，两个号码加起来除二，我们就得到 quadripartite。所以我们找出了 quadripartite，就把刚才找到的号码，然后找出它的差就可以了。所以就是19减掉13.5，答案就是5.5。好，接下来 C 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因为有除了 quadripartite，那么我们就先排列。排了过后呢，我们就知道朱拉是由最大的号码减掉最小的，就是3.1减2.2，所以你就会得到0.9。至于朱拉的 quadripartite 呢，我们要先怎么样做呢？对，我们先数看有几个号码。过后呢，为了找出 median 中间，如果看这里有八个号码，它的中间是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对吗？因为四个，左四个，右四个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。如果你要找 median 的话，我们是用这两个号码四和五呢加起来除二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不是要找 median，我们要找 quadripartite 和 quadripartite。所以我们先看这里，quadripartite 呢就是这四个号码的中间，就在这里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其实就是用这两个号码加起来除二。至于这里 quadripartite 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是第六和第七个号码，那么它中间呢就把这两个号码加起来除二。对，除了 quadripartite 呢，就是用这个 quadripartite，这里呢除二的时候呢就是2.75，然后减掉 quadripartite 的2.3，你的答案就是0.45。如果你已经明白怎么找这个朱拉和朱拉的 quadripartite，你就应该会明白这个东西其实是分析这个数据的分布到底是有多大。然后这两个号码不一样呢，是因为这个朱拉呢其实很受这个号码的极端的号码所影响，也就是最大的和最小的。比如说这里如果这个号码加多一个10号，那么你的朱拉呢就会很大。但是除了 quadripartite 呢，就是没有变。所以至于要用哪一个来去分析那个数据呢？有时候视情况而定。通常呢，当有一个特别极端的号码出现的话，通常我们都会用除了 quadripartite 来分析那个数据。我们看第二题，Tentukan jumlah dan jumlah antara kuartil bagi setiap set data berikut。在这里呢，就跟刚才的不一样了。在这里呢，数据呢就以图表的方式来呈现。对，上面这一排呢代表着零用钱，给那四令吉五六七八九，给九令吉最多，然后四令吉呢是最少的。下面呢是代表着学生的人数，那么有五个人拿四令吉，十个人拿五令吉，七个人拿六令吉，六个人拿七令吉，三个人拿八令吉。然后只有一位同学拿九令吉，也所以你要找这个 ruler 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并不是用最大的这个号码10减掉一哦，因为在这里呢说明的是你拿的零用钱，然后最大的零用钱呢就是九哦，最小的就是10咯，所以呢你用九减10，你会得到5，OK？所以 ruler 的 quadripartite 呢？我们之前学了，我们是说要排列，对吗？然后排列，如果你注意看的话，我们这样排列，四令吉呢有五个人，五令吉呢有十个人，六令吉呢有七个人，七令吉呢有六个人，八令吉呢有三个，
90级呢只有一位同学。Okay. 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要分，没有问题，你要列出来，没有问题。Okay. 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看总数有32个，也就是说这边的号码呢有32个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分，给32个中间就是16，在前面16，在后面。Okay. 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前面呢就找出 quadruple dama，就16的中间就是8和9了，也就是这两个号码。然后后面的 quadruple diga 呢，就是这两个号码了。那么如兰的 quadruple 呢，我们就用7减掉5，就等于2。当然你要明白，不是不可以这样做，也只是有时候如果号码超过32个呢，当号码太多的时候，你要每一个列这样列出来的话，其实会造成一个负担，你会耗费你很多时间，而且尤其是你要算号码中间的时候，像刚才这样列到这样多，你要算中间在哪里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有时候我们也担心会数错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kegerapan longkorn。什么是 kegerapan longkorn 呢？其实就是说累积的 kegerapan。这个 bilangan murid 呢，其实代表着 kegerapan 哦。OK。所以 jumlah kegerapan 呢，其实有32个。怎么说 kegerapan longkorn 是累积的 kegerapan 呢？你看4号有5个，对吗？也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呢，有5个，第5个人，一共有5个人。然后这一4号呢，到5号这里尾端呢，有几个人呢？就是累积的 kegerapan 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5加10就等于15了。所以到这边呢是第15个人。然后至于这里5呢？到这六令吉这边呢，一共有几个人呢？这个到这边六令吉哦，其实就代表着累积了整个的 kegerapan，整个 kegerapan 有多少？那么我们就用15加7个 kegerapan 哦，所以22呢就是 kegerapan longkorn，所以到这里呢是22位同学。然后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到第7这里呢，就是累积了全部，OK。到第七的这里呢，kegerapan longkorn 有多少呢？我们就用22加6就等于28，就是说这里呢是28个人。OK，那么接下来同样的，要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再加3哦，28加3就是31个。OK，这里是31位同学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加多一个而已，OK，就31加1就是32咯。所以整个 kegerapan longkorn 呢，或者 jumlah kegerapan 呢？就是32，至于它怎么样找呢？你要知道，除了 under 法定呢，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，就是说法定可第一个减掉法定不打嘛，就是第三个部分减掉第一个部分。OK，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部分呢，其实就是 cerapan 个这个，就是我们用这个 formula 四分之一乘以32，32呢其实代表着 jumlah kegerapan。就是说，总共有几个同学，几个 cerapan，OK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四除四呢？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，整个数据呢，我们分成四个部分，所以 quadruple dama 呢就是数据的第一个部分，所以我们除四乘以，OK？当你做了个这个乘的这个过后呢，你会得到第八个同学，就说第八个，我们数看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所以第八位同学呢，其实是5块钱，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呢，quadruple dama 呢就是五了。这个 quadruple 第一个呢，就说第三个部分对吗？我们就用四分之三乘 jumlah，jumlah kegerapan，那么你乘了过后呢，你会得到24，所以你要数哦。这样子数的话，你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这样数了很久，对吗？其实你不需要数，我们看这里，对，刚才我们说第八个，你看哦，四到终点再完哦，到这里完哦，都是五个吧，对吗？然后这第八位同学在哪里呢？对的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部分，那么。十六班、格拉班或者瓜迪格达么就是五了，可以明白哦，明白这概念哦。那我们看24位同学，第24位在哪里呢？我们看这里最多到六的是最多是22，
那么24在哪里呢？对了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这个范围。那么我们的瓜迪格迪格就是7了，对呀，明白啊？那么我们的朱拉安德的瓜迪就是用7减掉5了，所以我们答案就是2了。我们看 B，找朱拉的话，我们明白用最大减最小，对吗？那么哪一个减哪一个呢？对了，我们最大呢，用这个 score 了哦。15减掉10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到5。然后除了 under quartile 呢，对，我们用 quartile ketiga 减掉 quartile pertama，就是第三个部分减掉第一个部分的号码。那么在这里第一个步骤你要先找出的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这个的总数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数呢，我们才可以知道第三个部分和第一个部分的号码代表什么。OK，那么总数呢是44。那怎么样找这个 quartile pertama 呢？其实就是用1/4乘以 jumlah kegelapan。因为我们知道 quartile pertama 是第一个部分，我们把它整个分成4个，对吗？所以就1/4乘以44，那么你会得到第11个号码。第11个号码呢，这个概念呢就跟这个 kegelapan longkongan 有关了。OK，所以你就知道10呢有3个，那么11呢有10个，对吗？那么总共呢，我们就加起来了。格拉班的骨干就是13了，连10到11呢有13个人，那么13再加13就是26，26加430，30加838，38加644，哎，所以那么第11个人呢是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对吗？因为这里有13个人，那么第11个人就在这里了，所以我们的 score 呢其实就是11。我们答案就是11了，quartile pertama 是11。这一 quartile ketiga 呢，我们因为是第三个部分，所以我们用1/4乘以 jumlah kegelapan，也就是这里呢是44，那么你会得到33，就是第33个人。那第33位同学在哪里呢？我这里到30，这里就是38，所以第33个呢就在这里了。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就是14了，OK，所以我们的 Zula Antara Quartile 就是用14减掉11，我们的答案就是3了。第二题，Bagi setiap set data berikut, tentukan variance dan sisihan BLY。OK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variance 和 sisihan BLY 的 formula。这个符号呢代表着 variance，它有两个 formula。这个符号呢代表着 sisihan BLY。它也是有两个 formula，其实它都是根据 variance 而来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用这个 formula 的话，sisihan BLY 呢就是公测观测如何而已。如果你用这个 variance 的 formula，你的 sisihan BLY 呢就是这个的公测观测如何。OK，所以就叫你记得两个。那么接下来 sisihan BLY 呢，你拿来公测观测如何就好了。OK，至于什么是 x 呢？什么是这个符号呢？我们一个个看哦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一个，这个呢其实是 mean data。mean data 呢，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平均，在平均。所以注意看这个 x，这个代表着总数，x 呢代表着这些的号码，也就是这里 jumlah x 的意思哦，就是说这个的总数。至于 n 呢，就是多少个号码，这里有多少个号码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有8个号码。所以你总数哦，x 的总数哦，这些号码加起来哦，除以8，所以它就是平均数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符号呢代表着平均数，可以明白啊？我们看 variance 哦，这里呢讲到 jumlah 这个号码，我们刚才已经知道 x 呢代表着这些号码，个别代表着这些号码，然后它减掉 mean，再来观测如何？我们看回去，如果把这些号码哦。当做是把值上的得分，哎，这十个比例它分数是不一样的哦，打个比方而已。那么如果你注意看个别的号码减掉 mean，这 mean 呢，我们知道平均数对吗？它平均数其实如果你想另外一个想法是说，就是这些号码的中心点，哎，平均数嘛，就是这些号码中心点，打比方就在这里。然后这如果说个别的号码减掉这个平均数，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导出它们之间的距离，对吗？
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。然后至于为什么要刮12呢？刮12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号码小过这个幂会有 negative，所以我们来刮12。所以其实你要知道，这个减幂呢，其实是我们要找出它们之间的距离。当你找出它们之间距离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些是 negative 的，有些是 positive 的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刮12。过后呢，你要全部加起来，对吧？然后除以 n，也就是总共有几个号码，跟那个 min 一样咯，就是有8个咯。哎，这个的做法呢，就是另外一样的做法，但是你的答案呢，其实会得到跟这个一样。这个呢，就拿你个别的号码刮12，然后加起来，这个符号代表着准了。加起来过后呢，你除以八个号码，也就是因为这里有八个号码，然后减掉你的 min 刮是多少？这两个的号码，如果你做了过后呢，其实你的答案是一样的，也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我们来试看问题哦。好，我们先用这个 formula 哦，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找距离之间距离的，OK？那么你要找的话，首先我们要有 min 先，对吗？那么我们先找 min 哦，我们的 min 的 formula 就是找出号码的总共有多少，再除以它的号码，两个全部号码加起来除以八，那么你答案呢会得到这个，也就是等于9咯。OK，过后呢我们就先写 formula 了，OK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写 formula 的时候呢，久而久之你会记得了，OK？先写 formula 写出来。那么意思说，我们的 x 个别减哦，你看，原本这一个是5对吗？我们用5减掉9，就是这个 min 哦，就是说 x 减掉 min 哦，第一个是5嘛，第一个号码是5，第二个号码是7，所以7减掉9，第三个号码就是6咯，第四个号码就是9咯，OK？个别的号码减掉 min，然后刮12，除以8。当你算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先算上面的号码，先按计算机，你可以一次过按到完，按计算机按上面的号码，那么按等于才写下来。OK，56除8，过后呢，你才来按56除8，会得到7，这个就是 variance。然后实际上 BLY 呢，其实就是 variance 的 formula，本车刮是如何？因为 variance 你已经找到7了，对吗？所以你直接拿7公车刮是如何，你就得到2.646。其实后面小数点还有很多，你只要记得你要拿四个安哥伯勒蒂，四个安哥伯勒蒂，或者是你要拿三个小数点，所以有需要进位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进位了哈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方式了哈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算了，对吗？在这里呢，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式呢，你一定要拿个别号码刮12，然后加起来，除以总共多少个号码，然后再来减掉 min 刮12。所以呢，用这个方式呢，你要写 formula，好让你可以记得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总共每个号码的刮12加起来，OK。你把5刮12，加7刮12，6刮12，9刮12，12刮12，10刮12。十刮十二，十三刮十二，然后你加起来，减掉九刮十二，这些你要写哦。写出来的话会拿到分数。过后呢，你下来这样个别的算，同样的你要先按上面的，写了下来，然后你才来按计算机。也就是说，你算了上面这个过后，你按704 per 8减掉81，然后起来按等于，你是会得到7。这实际上 BLY 呢，就是你的 variance 这个 formula 在公车刮是如何，所以你就会达到公车刮是如何7，所以答案其实跟刚才一样。所以当你遇到后面很多小数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进位哦。我们看 B，我们先用第一种方式，OK？那么你要先找 min，写 formula 出来，每个这个 x 代表什么呢？对，每个号码对吗？每个号码，那么你要加起来了，OK，加起来除以七个，里面有七个号码。按计算机先按上面的哦，先按上面的得到答案先，然后写下来，然后再算280除7等于40。够呢，我们才来算这个 variance。
也是一样，你要把 formula 抄下来，这个是 joule，然后这个化合物42呢，里面有 x 减掉 min，对，我们的 min 是40，这个号码是32，意思说第一个号码呢是32减掉40，然后这个号码呢是要保持如何的，第二个呢是40减40了，OK 明白哦？你写的确是很麻烦了，但是你一定要写，你写了过后呢，那么这里呢会有分数的，也好过你直接算错，对吗？所以你写了过后呢，你一定要先找到上面的号码多少，这个答案是多少？对，因为说我们怕按错，然后你下来再算多一次，174除7，你就得到这个号码。当然，我比较鼓励你们写在这个分数的方式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是除不完的，对啊。当然，你要写成小数点没有问题，记得要4个 unbroken 或者是3个小数点，最好就是要进位，你要记得进位了哈。那么 variance 怎么找到了？我们看这个思想表外，我们只不过把这个 variance 然后本式关系如何而已。哎，我就用这个分数的，我就找到这个答案，怎样？然后我用第二个方法呢？对，第二个方法，我们明年也是刚才找到了咯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每个号码要刮12咯。对，记得也是一样，写出 formula 出来。这个只是记 formula 不了了，那么你照样做，最主要习惯了哦。对，然后写下来，然后按计算器，先按这个不恰当的，对，不然的话你照按的话，我怕你按错，不是按错了，是说，那个计算机呢会把你算错了，对呀。然后得到这个答案，除7减掉40刮12，然后你会得到这一个答案，对啊，然后呢，你就是水箱表外把它分出刮12如何而已，所以答案也是一样的，没问题了，要记得背书 formula 哦。第四题，Jadual berikut menunjukkan bilangan gol yang diperoleh oleh 20 orang pemain bola sepak dalam suatu pertandingan。而以下这个图表呢，其实我们叫做 Jadual Kegenapan，它代表着20位选手进龙门的那个次数。OK，那么下面这个呢，就是代表着比那个本麦，就有多少位选手。上面呢就是进龙门的次数，比如说4次龙门进了有一个人而已。OK，因为这个是跟之前不一样，之前是没有 Jadual 的，这个是有 Jadual 图表的方式，那么我们的 formula 呢就不一样了。OK。这个代表什么符号呢？对，就是 mean 哦，给、okay, 平均数。这个呢代表，对了，variance。没有刮12的就是水箱表外。所以同样的，跟刚才的方式一样，有两个不一样的 formula。如果我们比较回去的话，你看 variance 哦，哎、okay,，下面的是 n，variance，下面的是 jumlah f。f 呢其实是 kegenapan，哎、okay,，比两个 jumlah 这边就有 jumlah kegenapan 哦。上面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你看哦，跟它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是有 f 而已。为什么有 f 呢？我们来看这个，零有3个，对呀，一有几个呢？有5个，二有几个呢？二有6个。给、okay, 我们从这边来看，哎，为什么要 f 乘 x 哦？我们知道比朗安这个 min 哦，其实就是 jumlah x 嘛，对不对？就说这些的号码加起来，对吗？比如说零零加零加零，一呢就是5个1加起来，然后我们再除以这个原本是 n 对吗？意思说除以总共有几个号码，所以这个 f 呢其实代表着这些号码总共有几个，也就是代表着这个数目有几个。然后为什么是 f(x) 呢？因为你看哦，这个一有5个嘛，二有6个，我们一个个加的话，其实跟我们二乘六是一样的。所以它就是用 f(x)，这个就是 f，这个就是 x，对呀，所以它就来乘了过后加起来，所以它用这个 formula jumlah f(x) 除以 jumlah f，就是总共有几个，意思说总共有几个哥哥拉班，这个加起来，明白哦？那我们就看怎么用这个 formula。我们来先看第一个这个 formula 哈，那么有用命吗？所以我们就要先找出 mean，我们先抄它的 formula 出来，它 f(x) 也就是
我们的哥哥拉班乘以它的 x 就是3×0加5乘1，因为它是 Joomla 所以你要乘到完然后加起来。明白吗？下面的就是 Joomla F，就是两个这个下面的全部加起来，3加5加6加5加1。当你按计算机算的时候呢，上面跟下面呢，请你分开算，然后写下来。写了下来过后呢，你再来除，就是36除20，然后你会得到1.8，明白？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 variance，OK，你要先写出它的 formula。然后你看写出 formula 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之前的是没有 f 对吗？只用 x 减掉 mean，为什么要乘 f 呢？因为这边零其实有三个，e 呢有五个。当你减的时候，你只减一个而已，但是它有五个的话，你就要乘以五了。这跟之前我们学的 formula 一样的，只不过要乘到一个 f，是因为它这个一号呢有很多个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照写而已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前面的 f 呢，你不要忘记要填下去哦。注意到吗？你看五，你看我们用五嘛，五乘以三减掉 mean，对，然后一乘以四减掉1.8。然后 Joomla F 呢，跟这一个一样哦，都是20了。按计算机的时候，先解决上面的，哎，你会得到25.2。你可以一次过按完，你照按，挂五，挂是多，给你照按而已。只是你要上面是先算，所以你按等于的时候，你会得到这一个。过后呢，你才按25.2除20，你会得到1.26。这个是 variance。你要找谁先按 BLY？也其实就是 Punchquasadua，啊，那么你就会是1.26 Punchquasadua，你就会得到1.122。也同样的，你要写四个 Angularity，OK，所以呢，当这样的时候有进位需要进位，你需要进位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 formula 咯，也就是这一个，对啊，在做这一个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有 Quasar，Xquasadua，然后有乘哦。所以我们会比较复杂，那么为了方便做呢，你一定要准备一个夹断。这夹断呢有 x、有 f、fx、s+2、fx+2，对，这些都是为了要找出这一些的号码，对，方便你做的，所以你要做个夹断。那么你做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知道 x 代表什么，对，代表着它的类别 category，就是0到4。F 呢，代表着它的哥哥老板，对，哥哥老板就是下面这一个。所以你填的时候呢，X 呢，你就是有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所以 F 呢，就是一对应它的零就是三咯，给 F 是三，一就是五咯，六五一咯。然后 Fx 呢，其实就是 F 乘 X 咯，在这里呢就是零乘三咯，这里就是零，这个呢就是一乘五，就是五咯。然后二乘零就是十二，这里呢就是15，这个呢就是四。x 加二呢，就是这个 x 加二，零加二就是零，一加二就是一，二加二就是十，三加二就是九，四加二就是16。听明白？这些东西呢，其实就是应对这个 formula 的。我们只是做个角度，方便我们算。你一定要知道 x 代表什么，f 代表什么，okay, 然后有填这些。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最基本的那个，你一定要背起那个 formula，对啊。那么 f(x) 加2呢，就是 f 乘以 x 加2，这种3乘0就是0咯。那么这一个呢，f 乘 x 加2就是5乘1咯，就是5咯。6乘4就是24，5乘9就是45，一乘16就是16咯。OK，那么你再看去 formula 我们要找什么？我们要用到 Joomla Fx 对吗？Fx，OK，那就要 Joomla 咯。那么 Joomla F，这个 Joomla F 哦，给我们先看 Joomla F。对，Joomla F 这个就是我们加起来就是20咯。Joomla Fx 呢就是我们也要的咯，加起来就是36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的那个什么就是。Joomla Fx 加2对吗？就是这个对吗？那么我们就 Joomla 就是加起来，对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加的话，其实为了方便你算，找出这些答案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 mean 的时候呢，
你一定要把 formula 写下来。这个呢，我们看回去这里， 36， 怎么了？ f 就是这个20，所以我们填下去，然后按计算机而已。OK， 不像刚才那个我们要写很多，对吗？这个你只要画一个角度啊，然后号码不要填错 f 和 x 是什么，你要分辨清楚。然后有 fx x 保持2和 fx 保持2，你把号码填完，你只要背个 formula，你把号码填下去，你按计算机而已。呀、yeah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variance，就是个 formula 对吗？这个多少呢？90，这个呢？20，然后这个是 mean 就是这一个，就是1.8，所以我们照填而已，OK，把号码填进去而已，然后按计算机，你就会得到一样的答案，跟刚才一样的答案。然后 C C R B L Y 呢，就是把它分成黄色，OK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得到这个1.122，OK，明白吗？我们知道 variance 的 formula 有两个，那么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只要记起一个就可以了，用那个就够了。OK，我们到这里，谢谢你们。